王小敏，阿令，辛苦了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唐伯虎，我是宝莉。Hello，Selina。Hello。啊！哎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鬼 ？What？开始。六勺酱油。你做哪一道？是我妈妈做的。啊，所以其实也就是我妈妈做的是吗？怎么会是姐姐？这家现在你煮的吗？啊！我看到你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笑了。不是。记得这个味道，然后在宿舍里面我会做饭给大家吃，他做给我过，没吃到灰的呀，爸爸我吃灰的，做的垃圾鸡，就是我一看一闻一吃就是妈妈的味道，谢谢妈妈，妈妈天天都可以给你做好吃的，妈妈想你了呀，仔仔，亚瑟，你不要担心妈妈，妈妈在这里很好的，天天妈妈都在看你的节目哦，看你们演的还不错啊，很辛苦啊，姐姐们把你照顾得那么好。人家嘛最喜欢吃的点心。你们很贵耶。再喝一点开水，这样又营养又方便。还是想节约点钱。对对对。我们陈家人以你为荣。我很爱你。你就是最好的。琳娜。哎呦。